我宣布，桃子家族爱豆大 PK 现在开始。第一位选手，营养超人猕猴桃出道。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， 是水果界的营养扛把子。一个小小的猕猴桃所包含的营养成分比一般的水果高出几十倍。想满足吃甜的欲望又想养生的小伙伴，看这里。第二位选手，价格超人黄桃称霸。黄桃对自己第二个登场表示抗议，因为他是桃界价格的扛把子。黄桃凭啥贵？一个字，挑。挑环境必须得是400到1400米的深山地带，并且土壤肥沃、雨水适宜的地方，才能长出这汁多味美的黄桃。此外，黄桃还挑人，要想培养一颗完美的黄桃，不仅要求果农技术过硬、懂黄桃的脾气，还要体贴有耐心，一颗一颗的为黄桃穿上防虫防灾害的衣服。这么挑，身价也得高。高贵的黄桃和高营养的猕猴桃，究竟谁才是你的本命爱豆？快来为他加油助威吧！我是全叔，一起唠点知识嗑。